近日，《长歌行》主演吴磊与迪丽热巴一起直播，在现场，吴磊弟弟谈到自己的网购经历，说自己有次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买东西，突发奇想搜一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看到很多签名照，看起来就是假的，然后就选了一个看起来特别真的，想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最后事实证明，签名照确实是假的，弟弟简直太好笑了，买到自己假签名照，果然是憨憨无疑了。竟然自己坑了自己，不过有一说一，明明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本人，为什么还要买签名照呢？这波操作简直不要太有梗啊。有网友表示，孩子你自己签一个不就得了，这一丢人就上热搜了，这回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买自己签名照买到假的了。还有人称这个故事太过真实贴近生活，建议所有追星的孩子吸取教训，毕竟吴老师在线打假，以后某平台签名照千万不要买。话说吴老师的签名照只卖35块钱吗？